微臣要提出归三都之意，要做到万无一失，否则可是会出大乱子的。 君上，写封国书礼聘孔子。听说你在鲁国做官，干得很好。三成已收回两个，岂能功亏一篑？不要再说了。父子错把自己的全部理想，都寄托在了鲁君的身上。父子可否留在魏国？我们再见面。